三哥说，我不是那一年来跟你讲。那以最近的法说来看，张老魔又说什么？六纳米我可能听出你了，但是呢，我的十纳米可能明年下半年，明年的第四季我就可以开始量产。是今天准备的是一般人很好购买，而且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的食材。是。当季当令就是三个好处：第一个价格最便宜，第二个营养价值最高，第三个农药最少。不只是郭台铭董事长，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李百里董事长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农场，自己种菜出来送给人家。请锁定富裕向前冲，一起来当大富翁。